来自东道主国哈萨克斯坦队的普利列普科的表演结束，短节目选的是 Tango。 刚才在他主要的几个难度完成之后，现场的观众都掌声雷动。那么这次为了更好的在亚冬会花样滑冰上上哈萨克斯坦队有所这个收获的话呢，他们也是特地引进了外援。那么不管是教练还是选手，他们都比较侧重于从俄罗斯引进。